天就要证明我自己，我是最厉害的。哎，天梯刚开的时候匹配好快，为了给大家见识我的厉害，那我就选一只最强的老鼠小黄出战，对面竟然三个侦探，应该选侍卫的，问题不大，厉害的人用什么都很厉害。我这个个子也太矮了，连沙包都不爱打我。终于啊，抓到了一只小老鼠，不过还是个粉丝。现在太妃的小地雷真的能打排位了，好厉害啊！这小黄鼠是脆弱了点。看我这游戏打的，还要雇一个指挥的，不是吧？铁血现在这么飞，还有人带吗？哎，我的妈！可叫这个小太妃给我烦死了，一个劲的救人，你就不能让我放飞一个吗？强凤都出来了，才放飞一个。好你个小太妃，终于被我逮住了，吃我一招河东狮吼吧！这个侦探到底去哪儿了？真是能隐身啊！这一局好像也没有见过几次。算了算了，不管你了。嘿嘿，发现你了！我刚刚布置的夹子，我记得在哪儿。好小伙，算你跑得快。是啊，狗哥，你捂我嘴干嘛？你是要灭口啊你？不行了，还是要河东狮吼，毕竟是看家本领，差点四飞了，哎，好可惜。你们说奶宝是不是最厉害的呢？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啦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哦，爱你哟。